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CO 的特派员陈慕青。今天我们就来访问看看最近的年轻人在哈什么音乐。走。哦，小美女姐，不好意思，但是这个时间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想要问一下你在听什么音乐。我有听什么音乐？我先等会去超商运东西了。啊，运东西？你要运东西，你怎么不用 Canon G3730 啊？小小一台，想要什么都帮你运大好哦。有这种事？有啊。欢迎收看三 C 来报报，我是 Furby 陈慕青。大家都知道，最近我跟朋友一起企划了一个服饰品牌，因此在家办公的时间就变长啦。有时候啊，想要把规划好的档案印出来，但是又要跑去超商，真的很麻烦哎。而且啊，现在超商一张彩色的 A4 链要10块钱，就算是黑白的也要3块钱，有时候印出来又要改。一来一回其实费用也是蛮惊人的，还好呢，小编说我上次开箱 ASUS 笔电非常的尽责，这次又邀请我来开箱这台 Canon G3730 原厂大功墨复合机，这台呢号称是亲民的候选人，到底有多亲民呢？让我们继续介绍下去。亲民的第一首要条件是价格。Canon G3730 原厂大功墨复合机是一台具备无线三合一功能，包含影印、列印、扫描这三个功能呢，透过无线传输就可以使用啦。依照市面上的机种来说啊，如果要具备无线三合一功能的大功墨复合机，这台单机购买最高大约可以省至30%，也就是同级机种打7折的概念哦，价格真的是非常亲民哎。亲民的第二条件，简单操作。如果依照操作界面的设计来看，它的操作界面是在机台的正前方，而且呢，每一个按钮设计的非常简单明了，可以说是防呆设计，真的很不错。假设呢，今天要影印一张彩色的 A4， 只要按 A4 彩色就可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另一部分啊， G3730 还支援了 A4 满版输出以及社群软体常用的正方形输出哦。纸张自定尺寸最长可以达120公分，等于你连印制宣传物都可以自己动手来，是不是很棒？听到在灌墨水的声音哎。亲民的第三条件，轻松维护。使用印表机啊，不管是补充墨水还是更换废墨棉，其实对大家来说啊，都是一大隐忧。但是 G3730 啊，却把补充墨水设计得非常简单，从前方这边呢、就可以看到墨水的存量，一目了然，知道是否需要补充墨水哦。而废墨棉啊，以前更是要送到维修服务中心做更换。新一代的机型啊，设计成可以自行做更换，印表机会发出讯息通知，再自行更换即可。依照预算需求选择机器。Canon G3730 具备无线三合一功能，列印、影印、扫描轻松完成，内建无线网络，一台可多人分享。使用 Canon Print APP 即可直接从行动装置列印相片和文件，绝对是工作室的好帮手哦。Canon G2730 具备一般列印、影印、扫描功能，高印量墨水可达黑白3900页，彩色4600页，满版列印最大至 A4， 纸张自定尺寸最长可达120公分，绝对是个人工作室的好选择哦。Canon G1730 虽然只具备列印功能，但高印量墨水可达黑白3900页，彩色4600页，预算有限的学生绝对不要错过。全系列更可搭配全新推出的 GI71S 系列墨水轻量瓶，亲民省钱更进一步。原厂加码再加码，买主机送礼券，买墨水升保固再加码礼券，千元大回馈。Canon G 系列联工印表机，2023年超省心上市，列印快速，品质优异，超直觉的机器操作与维护，让列印工作不停摆。高规格、中印量、低成本，绝对是学生族群及小型办公室的好伙伴。哇，也太棒了吧！是不是？赶快订阅 PC Home 的 YouTube， 才不会错过各种省钱又实用的3C 产品哦。别再耗费时间跟金钱外出列印啊，坐在家吹冷气办公才是时下最亲民的首选。没问题。